市场是咱在地文化的出入口，行过八十年的西丽东市场，曾经是婚姻南北交流的据点。在民国97年，我进来时阵推动东市场修复计划，拢总2200万元。民国98年修复完成，现在是古早味的市场，已经有新的生命，变作是观光的景点。西丽楼顶有真侪年轻人甲背包客来这佚佗，离婚未来更加努力，保护婚姻的古早建筑，将文化留落来。